完 BLACKPINK 18、19日结束高雄演唱会，接下来将前进菲律宾。官方近日也释出在高雄的 highlight 影片，不只有莲池潭，还有八五大楼，让许多网友笑说这很高雄。3月31日，GSU将个人出道，推出单曲专辑《Me》，Blink 是不是等不及了呢？